你不要，你不要再过去也没关系啊，你就在那边等他就好。你不要，你不要在棚子内，然后怕你敲到，因为有时候断线就会敲到。人家刚回去啊，你马上就给他种大卤，那等一下他又等一下要吃完饭，他又吃不完的。啊，会不会这样？啊、我说等一下那个，我种大卤，他又心痒痒的。这是什么干啊？前导，我知道前导。压，赶快压下就用了，赶快收，然后再慢慢撑起来。我觉得这是可以耶哈。大陆啊。